那个看房子的人又来了，看怎么办吧？我办了，有办法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跟他拼一拼，他不敢了，我正不想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好，那么明天我把鼎费送过来，顺便来收拾收拾房子。好，好，我一定恭候。你们三家都听着，我的房子已经顶给这位魏先生，限你们明天上午给我通通搬走。 警察局我有的是朋友，你放心好了，魏先生。好，那么明天见啊。嘿，妈的，我偏不搬，看着怎么办？可是肖先生，你没听见他刚才在说吗？他要抓警察局的人来赶我们搬家的呀。他呀，很不了多少时候。哎，老夫子，听我说。 有个惊人的消息，算了算了，又要乱广播什么？哎，这次的广播是千真万确的。听说昨天晚上共产党打到了六合，南京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哦，难得啊，你也会广播一次正确的消息啊。那猴子不是要逃吗？还怕他干什么？哎呀，可是人家现在不是还没有逃吗？哎，我们就不搬，这么拼到底。 正是他又不能把房子搬走，就是警察来了也不怕，我们跟着拖。上到盘下了，孔雀要搬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搬了，我去，我去。老夫子，老夫子，哎，不是，去你们去。老夫子，我不让你搬。对了，我们不让你搬。喂喂，你看，恐怖不要走了，你可让他走吗？嗯，恐怖不要走，恐怖不许走，恐怖不许走嘛。 我没说要走啊，是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这是什么？<笑>那么大年纪了还说谎？<笑>不是的，哎，怎么样？快点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上回交给你那包货呢？货柜子里头只有玻璃丝袜和香水，潘尼西林呢？在哪儿了？给我找出来！ 楼下那批家伙又在捣鬼了，你去看看去。他妈的！先别怕他，你走了呀？不怕他。我们都不搬，孔先生，你也不要搬，大家齐齐心，看着怎么样？对，大家齐心。 为什么还不搬？阿妹，下来，给他把行李丢出去。哼，把他行李丢出去。哼，用不着别人动手，我自己会搬的。阿妹，阿妹，把眼睛给睁开一点，少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别走，你不能走。为什么要走呢？恐怖不要走。 你们这些东西一个个都是贼党，跑一个不许走！你放屁！谁是贼党？你才是贼！你是强盗，是骗子！
您是厅长，那我。